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江门又同大家见面啦，我系节目主持人邓慧仪。上海世博会刚啱降下帷幕，而佢嘅特色展馆就俾我哋留低咗难以忘怀嘅印象。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位老年世博迷嘅快乐，一齐欣赏世博会嘅美丽夜景，回味一下个中情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系今年世博嘅主题，咁嚟到咗城市生命馆，下边就等我哋一齐嚟体验一下城市生命嘅神秘之旅啊！城市生命馆是上海世博会五大主题展馆之一，通过活力车站、循环管道、城市广场等高科技展项，向游客展示城市生命的延续和更新。同时，游客仲可以在城市广场的影院入边看到不同国家的城市广场故事。不少的游客参观了城市生命馆之后，都会发出同样的感慨，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参观奥地利馆就好像是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盛会一样，耳熟能详的美妙音符令我们沉醉在世界音乐之乡。游客还可以掟下雪球，听下雀仔的声音，感受一下松鼠在你脚边穿行的乐趣，亲历奇幻多变的自然风光。在奥地利馆当然也不少得精彩的音乐表演，下边就等我们细心地欣赏一下这一位年轻的女歌手为我们演绎的自弹自唱。浦西展区也有很多特色展览馆，这个被称为魔方的展馆是上海企业联合馆，它是一个具有智能技术、梦幻意境和互动体验的生态建筑。游客在全方位的多媒体视觉、音乐灯光的互动感染之下，可以领略到城市让梦想升华这个主题。在这个360度的全景剧场，游客在蝴蝶侍者的引领下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互动式梦幻体验。以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永恒的生存之道。
这个可口可乐馆是一个特别受年轻人欢迎的展馆，向大众推广一种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门口的可口可乐标志瓶就是这个展馆的其中一个亮点，他们成为了游客们争相留影的道具。我们在世博会遇到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世博迷的老人家，虽然他年纪比较大，但毅力惊人，先后八次进入到世博会，已经参观了200多个展馆了。我现在总共考了220个章，像我呢这么大岁数了，我每次都来，谈到每一次来没做的时候，都谈得很舒服。我每次来呢，我做好记录的。我呢7点钟家里出来的，婆罗曼尼馆、婆罗尼亚馆、地藏馆，我全部馆都进去的。每年一百余，就陪一百年走一次。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它是光荣伟大的。叫我们老百姓的家，看看热闹，了解祖国的发展历史。对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给他留一点东西。他们呢，过到时候到他们这个岁数以后呢，100多年过去了，他们这个东西看啊，我的老爹啊，这个东西好。Hello. 你好。我哋喺世博会上边亦都采访咗一啲外国游客，佢哋对上海世博会赞不绝口。It's very pleasant here. We come from France and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in Shanghai.It's really a wonderful place. This morning we visited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and it wa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country is a very, very, very big country. So you're right here? Yes. I like very much.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世博园区呢度到处都可以见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一直忙碌住，不断地为来来往往的游客提供文宣服务、语言翻译、参观协助等。世博園呢度咧係唔准帶啲液體入嚟咯，咁變咗咧，我哋係需要入到嚟呢度先攞水，但係好方便嘅，呢度係好多呢啲直飲水機。呢度就係世博會嘅新聞中心，咁有關世博最新最快嘅信息咧，就係從呢一度發送到世界各地嘅。白天的世博会让人感到无限的热情和活力，而夜晚的世博会亦都别有一番风情，在璀璨的灯光当中变幻着无穷无尽的魅力。世博族的阳光谷在白天收集阳光，而到了夜晚它就闪耀着璀璨的光彩，令人叹为观止。馆号称丝路宝船，远远咁望去，光影迷离当中闪烁住几分神秘嘅色彩。要欣赏中博馆嘅夜色，最好咧就企喺世博族二层嘅走廊上啦。夜色当中嘅中博馆更加显现东方之冠嘅华丽同庄重。中国省区市联合馆环绕住中国国家馆而建，馆入边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展示，各展馆各出奇招，从不同的角度演绎世博的主题，将最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展现出来，
表达对未来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下边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开启传说东西方玩具的神话，连接历史南北极沟通的变化，上善若水，海纳百川，天与地绘就世界和谐的神话，穿越岁月春秋季合作的规划，升华人生昼夜间理解的方法，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你与我施展世界和谐的才华，玩具在世博里